第一次就是一个第一侥幸冠军，然后今天就是得意吧，就是分享给大家啊。我现在没有身体，没有很暖，然后所以中间不是只有舞蹈，中间会结合8到12个瑜伽动作。然后我在编这首舞的时候，一直有一个渴望，想要给这世界一些东西，因为以前我有经历过很低潮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回馈给他，你来给我这些，我要回给你。Thank you.